我无道理，干呐，大家讲有道理，大家讲得对，我唔对。所以修养，唔是讲无钱啊，都变多，是我未有看法，有想法，未有我家己的执着。所以，咱真正有修养啊，都变多，真难。所以，咱修行修到最深，咱真正厉害关系是，会去什么讲尊师重道。这道的物件，会记都唔是用钱买到的。咱讲道，什么叫道？道，道德的道，就是到达的道。咱若有道德的时阵，就达到了。咱一般人，但拢干那人呀，人家的身份，人家的标准，人家的理念，意思讲哦，干那人伊得意呢。那么经常你讲，你这人不要认人，唔捌人，即为个人讲，其实咱咧听是感觉无啥感觉，但是真正彼此有关系的人，讲一句话的时阵，是真咸的话，真重的话，还是真伤心的话。一个人敢讲一句话的时阵，一定有相当的根基，有相当的。道理有相当的贵品，所以三时中国是讲讲人人份上，这个份上，份对咱的份量，份对讲咱的本分，份对讲咱的地位，份对讲咱的德行，你都对教咱讲咱家己爱念爱了解，咱家己爱检讨。咱来讲，佮讲到点。如果这个世间人甲人中间，出门拢讲规矩，那人甲人中间也无情的人是变成什么社会？只要得多讲点物啊。所以为什么真侪外国人，尤其是台湾人，来咱台湾是感觉足欢喜。我们班长去阿里山，甲下载无来车。我们去大陆的时阵，那是一国外渡的时阵，那是一山顶渡的时阵，我们对咱的拢真亲切。当然，能看是表面的啦吼，但是因真侪外国人来咱台湾，台湾人和外国人上大的感受是啥？热心、有情。啊，那个冰岛顶啊，是讲无。无热心，佮无情心，你敢安怎？所以，这就是这就是咱的福报。所以，佛家讲佛向心中做，佛向心中做，莫向身外求。也就是讲，一个人的福报，拢是家己一世人的累积，拢是家己做法。自性于即是众生，自性觉即是佛。为什么不爱讲家己呢？为什么不爱讲家己灭呢？为什么讲家己？为什么讲自性呢？咱两种讲啊，那讲咱家己灭哈，咱家己灭好灭灭相应。那讲咱家己灭时，咱家己嘛想无？所以讲，佛讲咱能自性，意思讲咱真正无了解家己，对家己呢，心过粗心大。所以咱是属于啥？咱是属于担心、看来想未开的这种境界的人，所以叫众生。所以咱的讲经方法，咱的也叫一个完整。咱今嘛咧讲的拢是艺术。讲的这意思，咱会当接受偌济呢？听偌济，都有偌济意思。啊，若要讲真正变成家己会当感受得到，会当家己用得真自如的时候，
这是对家的意见，意见一定要家己改变过时，才有这种意见。然后这个意见过时阵，咱随时随地做投资，首先有一种意味啊，这种品味，这个味呢，就是味道的味。这味道的味呢，啊，就是咱的地位的味。所以咱念佛求往西方，其实咱的要爱的是要爱吃。咱念佛是一个理想，为这个理想必须了解一个目的，所以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叫做意境。啊，意境对呢？到那个意境的时阵，咱才知讲意境所在有偌的意味。这个意味对来，不是因外口来，是因为家己呢，家己的心境已经无怀疑啊，无障碍啊。不管是那像泉水同款，有时阵讲未出的发现，叫做意味。所以无论哪哪做的心，对家己言行未怀疑，对诸佛菩萨祖师大德讲的也未怀疑，这个我做怀疑啥？叫做真理。